做得慢炖冬菇，做错嘢炒鱿鱼。你咁样唔系办法，不如揾高人帮手啦。你试下换个角度嚟睇，家庭友善做得好，雇主雇员冇烦恼。高人果然有高见，家庭友善雇主奖励计划又开始啦。详情请浏览 www.familycouncil.gov.hk， 一齐报名啦！